家庭之爱，圣召与成圣之路，导词。天上的慈父，我们来到你台前赞美你，并感谢你赐予我们家庭这一份最伟大的礼物。我们为所有借由婚姻盛世而被圣化的家庭向你祈祷，愿他们每天都能重新领悟到所领受的恩宠，以及家庭就是小型教会。愿他们懂得如何为你的临在做见证，并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的活出爱。我们为所有面临困难和受苦的家庭祈祷，尤其是为那些因患病而受煎熬的家庭祈祷。也许他们的苦楚只有你知道，祈求你支持他们，使他们察觉到你照教他们所走的圣德之路，好使他们能够体验到你无限的慈悲，并找到在爱中成长的新途径。我们为儿童和年轻人向你祈祷，愿他们能与你相遇，并欢悦地回应你为他们早已想好的圣召。我们为父母和祖父母们祈祷，愿他们察觉到他们是天主父亲和母亲的标记，因为你将孩子们身心的照顾托付给他们。为使家庭能够经验到兄弟情谊与在世人分享，上主，求你使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教会中活出他们成圣的独特圣召，与司铎及不同身份的人为生命与和平服务，成为福传的使徒。求你降福世界家庭大会，阿们。